好 ，F1 呢其实跟 F4 一样的，只是讲一个针目，我们进两次这个 F8 了，所以做法就是穿进去，拉出来，三条线勾一圈，剩下两条线再勾一圈，然后再一次的绕线进回同样的刚才那个洞那个的针目，因为我们要把它变成大比较大的体型，所以就所谓一个针目进两次针，意思是这样。OK， 好，所以同样的挂线再次的进去同一个针目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个的洞口一个的针目确实是已经有两个的长针了。那么针目就是所谓的一个的洞啦，就是这样子一个的针目。